当您拿到 Phantom 4 Pro 的时候，它已经是对屏完成的状态。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用户操作。如果您的飞行器和遥控器出现连接异常，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对屏操作。首先，开启遥控器，再开启飞行器。在 App 中进入遥控器设置，点击遥控器对频，点击后会出现滴滴的提示音。此时用尖状物按戳一下对频键，提示音停止，屏幕上显示对频完成，点击确认，对频就成功了。感谢您的观看。